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今天为大家介绍大韩民国最早的电子药领域专门企业黎妹子的专业医疗器械。大家可能都会对所有最初尝试的这些领域啊，抱一些比较怀疑的态度。但是呢，我们这个黎妹子这家公司呢，得到了许多的表彰和支援。他们是大韩民国最早开发电子药的这个领域的专门企业。他们通过说独有的技术和销售结果来证明了他们技术的性能，并且通过不断的销售、不断的改进他们的配方，不断积累了顾客们的信赖。黎妹的这个公司呢，他们自豪于拥有不落后世界其他技术的企业。那么他们一共有很多，有三项产品，主要推出了三项产品，来通过电子电磁波来治疗一些大脑方面的疾病。那么给大家介绍第一款产品呢叫 LTMS。那这款产品呢是可以运用于精神科、耳鼻喉科、家庭医学科和康复医学科等领域。这一款产品呢是通过一款可以使用非侵入性磁头刺激器，就是通过线圈来生成一个电磁场，通过电磁场呢来刺激我们大脑的皮层，从而可以治疗忧郁症啊等其他的脑类病变。那么这一款产品呢是通过大脑相关的疾病，要解决大脑相关疾病以及其他的疑难杂症，通过非侵入性的这个方法呢，通过电磁的一个磁场，非侵入性的从八字形的线圈所生成的这样一个电磁场呢，来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从而诱导神经啊传达一些平常没有刺激下没办法传达的物质，并且也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脑部这样皮层的一个刺激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些更加活泼的脑部的一个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将生成的神经传达物质调节大脑的认知形态，并且不需要任何药物啊，就可以治疗我们像类似于忧郁症、失眠、耳鸣不安症、强迫症、偏头痛之类的这样一些疑难杂症。那这一款设备呢是非常的安全，因为它不是侵入性的，它是完全是通过电磁场这样一个专利技术来将我们大脑的一些皮质可能会没办法分泌的一些荷尔蒙之类的来刺激我们荷尔蒙的分泌，从而可以缓解我们这些脑部由于脑部无法分泌一些荷尔蒙所导致的一些疾病。那这一款产品呢，对于忧郁症、耳鸣、脑中风、不安障碍、强迫症以及偏头痛等之类的，脑类皮层所导致的疾病呢，是非常的优秀的，而且非常的安全，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这一款产品为什么要选择黎妹的产品呢？因为它是一个韩国国内的独有品牌，它是通过韩国国内的生产来降低它的一个成本，而所以它的机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消耗品啊和维护费，因为它是完全一个机器之后一直的使用，通过它的电磁场，它不需要去替换一些更新一些系统，它就可以一直的进行使用，所以它维护费是非常的低的，它通过这个比较低的维护费呢，又可以保证卓越的性能，所以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一款 LTMS 产品呢，是韩国国内销量第一的 TMS 设备。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二款产品，第二款产品的名字叫 Solus Talent Pro。这一款产品呢是可以运用于康复医学科、疼痛治疗、韩医院和物理治疗等这一些疼痛治疗相关的领域。那这一些领域呢，都可能专业人员也可以使用的一些非侵入性电磁场神经刺激疼痛治疗仪。那这一款治疗仪呢，也和前一款治疗仪比较类似的，它也是利用电磁场来进行一个通过刺激神经来缓解我们疼痛的这样一个治疗仪。
那么这款产品呢，从圆形线圈所生成的那个能量非常强大的刺激场来刺激我们身体的疼痛部分，通过这个电磁场呢反复引起我们假如说周围这些肌肉的松弛和收缩，从而帮助我们改善这个血管的再生能力和帮助我们血流不断的进行一个流动。那么这个电磁场的刺激呢非常有利于我们的细胞再生，是可以非常好的快速缓解我们疼痛的一个治疗设备。那这款产品和前款产品一样，所有里面的产品呢都是通过韩国国内的生产来降低它的一个原料的成本，所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相对于其他国外的产品来说它的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而且他们在韩国国内的生产的力非常强大，所以完全可以保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数量。现在目前呢，韩国LiMade的产品已经出口到约35个国家。那最后一个产品呢的名字叫 Solus FSWT。那这款产品呢是可以运用于康复医学科、疼痛治疗医生、物理治疗师等中医院治疗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也是所有疼痛相关的任何领域都可以使用的一款比较广范围的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主要方式呢是通过焦点体外型的冲击波来进行一个治疗。对于前面两款产品通过电磁场的治疗方式不太一样呢，它是通过冲击波来缓解我们这样一个疼痛。那这款产品呢是通过186个的均匀电压素子的焦点呢，从体外冲击波的能量来去达到我们这个部位疼痛的这个点，那么就可以刺激我们这个疼痛点周围的局部组织，从而进行一个组织细胞的再生和进行减少我们的疼痛。那这款产品呢可以通过疼痛感觉的减少以及血液的生成还有血液循环来引导我们组织的再生以及防止我们这个细胞组织的病变，从而缓解我们的疼痛。那这款产品所有的里面的产品都是韩国国内生产，它的生产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对于比较高的海外输出要求都是可以保证的。那我们里面的这款这个品牌呢，他们计划开发多种产品来为人们提供从头到脚的保护，像现在的我们的脑部电磁场产品还有疼痛电磁场以及冲击波产品呢都可以帮助我们非常高效的恢复并且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那么里面的所有的产品呢是以合理的价格和非常有竞争力的技术为基础，以满意的品质来回复我们的消费者并且不断进步的一个品牌。谢谢大家。